各位朋友好，我是 Sony， 好又同大家温暖温啊，温暖温做咩啊？温暖温玩打机啦。咁咧，今次我哋玩一只 game 咧，咁咧叫 Lord of the Isle 啊。嗱，咁咧大家见到 Aisle 咧，千祈唔好读错咗 Isle 啊，啊冇 S 音啊，英文堂正音个 S， 知唔知啊？大家唔信咧，可以 check 下字典。冇人可以挑战到英文，嗱咁好啦。嗱，呢个 game 咧玩啲咩咧？咁啊，我见呢个 game 喺 Game Jolt 里面咧个名次几高。啊 ，Game Jolt 如果大家唔知咧 ，Game Jolt 系一个啊网址咧，系专系啊放啲免费 game 出嚟啊俾大家玩啦。咁呢个喺头十名之内嘅，咁我见佢几得意，画面几得意，咁啊 download 嚟玩下，睇下有冇玩。咁我开波了 ，click furiously to start， 我开波。咁呢个 game 玩啲咩？喺超级市场度咧，你系一个老人家啦，我就系个 Lord of the Isle 啦。Isle 嘅意思即系通道啊，系咪咁讲？咁咧，我而家要做咧就系好似啲老人家咧阻住人哋唔好明过，顶你 game 好鬼啲无聊，不过好搞笑。咦？喂，那个光头咁熟口面嘅，系咩？那个光头咁熟口面嘅，着白色衫嘅，好似一个我。嗯，好熟口面啊，见到啊 ，retreat 嗰个咧，系笑，咁样整埋。咁咧呢只游戏咧就业务意外，我就呢个老人家啦，咁唔俾人过。咁我好似守城游戏咁啊，咁咧就唔可以俾人过呢个隧道。咁业务意外咧，啊佢揿 space 咧就可以 smite 啊，嗱 smite 咧就唔系 LL 嗰、那个啊 smite 中文系咩啊 ？LL。真系唔记得咗添，用嚟食怪嗰个招嘢叫咩啊 ？Jungle， 啊死我谂唔起添 ，Smite 啦，同志。咁啊，即系呢只 game 里面咧，个老人家就拎咗嚿嘢 ，You shall not pass on。You shall not pass。咁样啊，哇，好型个棍咯，唔好讲笑。只 game 好无聊啊，但系我觉得好搞笑。我唔知点解啲人会有咁样创意整啲咁嘅游戏。You shall not pass。如果大家唔知啊 ，You shall not pass 系咩咧？大家要睇下魔界，冇讲笑。如果大家咁都唔知嘅话，即系嗰个金道夫，金道夫即系嗰个老人家咧，哎，可以防走咗人啦。知唔知道金道夫啊？吓、啊，系咪佢呢个名？系咪有个踢波都系叫金道夫啊？算，金道夫系嗰个咧，好似阿邓不利多嗰条友，或者邓不利多。话说邓不利多啊，哈利波特嘅昂 J 片咧，我迟啲会出啦吓。咁、啊、我呢个唔讲啊，因为我仲未谂到灵感啊。不过我迟啲会先会出啦、啊。最近写紧第二份稿啊吓。同埋点解有人可能会问啦、啊？点解 Snake 今次唔喺度咧？因为 Snake 翻工啊，得我自己一个啦。唔系我都唔会玩啲咁无谓嘅 game 啊。其实都无谓啊，我好创意啊。即系同我上次玩嗰、那个啊 Chef 一样咧、啊，同我上次玩嗰个煮嘢食嗰个 game 一样。Holy shit！我见到老人家咧喺度做厨晒，我谂起嗰阵时候，我阿爷啊，我阿爷都好老嚟噶。不过有一次我阿妈听我阿妈讲一次好搞笑嘅事件，大家应该知咩叫 Victoria Secret 啦，即系一个女仔外国嘅卖女仔内衣嘅一个品牌啦。咁有一次我阿妈咧喺屋企啦，咁啊睇紧电视啊嘛，咁我阿爷系啱啱屋企翻嚟，跟住佢见到我阿爷咧。因为行路唔方便，咁佢拎住拐杖，咁佢支拐杖又挂住一个袋，一个纸袋仔啦。跟住嗰个纸袋仔先写住 Victoria Secret。跟住我阿妈问佢，问我阿爷，佢咪去咗 Victoria Secret 度买嘢 ？Holy shit！ 我阿爷话我唔买，系佢阿系我阿嫲俾佢个袋。哇顶，仲更加不安咯！我阿嫲去 Victoria Secret 度买咩啊？买内衣 ，Oh my god， 好不安啊，真系，仲俾我阿爷添 ，Holy shit，Holy shit， 但冇讲过，之后佢系扯话题，我唔记得咗而家做紧啲咩，打走啲人 ，OK，You shall not pass， 魔界啊，嗰个老人家，哇，顶迷你人，迷你小子，迷你老人家。快啲啊！防走啲人啊！进攻，哇
捐到好似咧啊猫吠，即系好似 L.L. 个石头人咁咧，开大技咧，一嘢轰啊，轰走晒啲人。哎死啊！睇得多大哥，轰走啲人，一嘢轰埋佢啊！真系啲搞笑，冇讲笑。啊，讲起 Q&A，Q&A 咧，因为我谂住同 Snake 一齐拍啊，咁所以我就唔会出住啦。点解我咁啱谂起呢、這个啊 Q&A？ 因为头先我喺度讲达哥，因为我记得之前有人 Facebook 问我咧，最中意 YouTuber 系咩？之前我想即刻答佢话系达哥，但系谂下咧，达哥都唔系 YouTuber， 达哥系 Live Streamer， 所以不过到时 Q&A 嘅时候先再讲啊呢样嘢吓。咁啱谂起个话题。打走个大头发龟头，咦？嗰条友好似我嚟噶，好似我而家个头发咁。哦，其实如果我而家个头发电爆，佢都几激。哇！顶，我啲头发真系好长。Victory 问好，咁基本上咧呢只游戏就系咁多啦，如无意外。咁大家有兴趣咧，可以爆我个130,000嘅分数咧，都可以挑战我啦。唉，130,000嘅分数，我谂起我订阅人数，唔知点解，唉，真系声都爆。阿算啦，去饮多先，唔讲啲咁无谓嘅话题。咩订阅人数？哇，顶我头发真系好长啊！唔好意思啊，有啲人咧叫我咧，即系喺 Instagram 度 up 到张相啦，喺度自拍嗰张，有一张光柱喺中间，块面中间嘅相。up 咗 Instagram， 如果大家冇 follow Instagram， 顺便下面 click 个 Instagram 嗰条 link 度 follow 下，卖广告升机吓。咁 up 咗之后咧，有啲人喺度叫我，佢重点放错晒啦，放咗喺头发度，话啲头发长咯。唉，你唔会想喺加拿大剪头发嘅各位？我连屋企有楼下咧嗰啲街坊嗰啲上海铺剪啊，都唔会想喺度剪，因为剪到成 snake 咁嘅龟头咁嘅款。咁去到咁多先啦。啊，如果大家有啲咩游戏咧，想我介绍啊，或者想我玩嘅话咧？最近可以出咗啲有几只游戏，我记得好似系咪 Dying Light 啊，同埋生化危机啊。生化危机我有啊，但系我唔想拍片啊，因为生化危机都好多人拍，我记得大 J 好似拍紧，所以我都大家睇佢啦吓，唔使睇我嘅，因为我都唔系好想玩，唔系即系我唔想拍片啊。生化危机咁，所以大家有啲咩游戏想我玩啊，都可以下面留言啦、啊。同埋大家有啲咩老人家嘅事件可以分享咧，好似依一个咁咧，阻住你买嘢咁咧。要老人家，又或者好似好得意嘅故事，好似啱啱我话爷个故事咁咧，都下面分享一下。今日去咁多，各位再见啦，拜拜。